你们是何人？我们是少林寺僧人，前来救你。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天下百姓需要平安，需要民主，所以我们前来救你。我怎么能够相信你们？我们冒死前来相救，这就是证明。就你们几个人，如何冲出王世充的包围？我们只要齐心合力，一定能冲出去。天已经亮了，再不走就没机会了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 愿断一切恶念，愿修一切善缘，愿度一切众生。一断一切恶，二修一切善，三度。
一切众生。今后，汝须十相手持，以护其体，赐你法号了尘。谢谢师父。师太，请你也为杏儿削发。这，杏儿，你还是走吧。不，奴婢愿随公主出家，一辈子伺候公主。我既已出家，就再也不用人伺候了，你可以放心地离开了。公主，无论您说什么，奴婢也不会走的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公主待奴婢恩重如山，奴婢哪忍离开？求师太成全。你们主仆俩情深意重，好吧。这群笨蛋，都给我闪开！我来收拾他。你们二位想去哪儿？我们哪儿也不去啊，这屋里太闷了，我们出来溜达溜达。
我看你们拿着包袱，分明是要逃跑吧？哼！哎，你别胡说啊！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，我要打得你吐血呢！大将军，这么凶干什么？不让出去，我们就回去。回去。行了，你们是走不掉了，拿下！示众围攻我们，就算是英雄好汉了。哎呀，呸！畜生，太爷爷今天怎么收拾你？别站，快走！我还没打够呢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走！
小子，今天便宜你了。走，滚！